第七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敌人数量很多，然后都很硬，然后都一次就是会来两三只、四只这样子一次出来。好，所以呢，对大家就是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Cast off. Change beetle.Hello， 大家好，我是萨克，是你被游戏耽误的保险业务员。欢迎回到萨克的方舟人事部第七章抢先看最后一项系列影片。那影片开始前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萨克的频道的话，记得按下订阅，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漏掉接下来的每一部影片哦。另外，如果你喜欢无氪玩游戏，想看无氪玩家怎么打更高进度 PC 游戏还有 PVP 的话呢，恳请订阅我们内文连结名的副频道。还有呢，就是方舟国际服，如果全新的活动关卡的话，我都会抢先登场在副频道，欢迎大家多订阅也分享。然后呢，把这个第七章抢先看的播放清单分享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好，上一部影片的7-8，我们讲说7-8算是一个暖身关卡，是就让你暖身，就是这个原石装置哦。那原石装置是什么装置呢？这个装置呢会喷发，对，朝周围这样喷发哦，对，跑像火山一样，对，朝周围喷发。然后呢，你被扎到一次的话，不管敌我都会受到500的真实伤害哦。那前一关的这个原石装置呢，对，前一关的这个原石装置算是官方做球，帮助你说哦，这个东西打人很痛哦。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后面的原石装置基本上都是来坑你的，所以大家我们看到7-9这一关哦，对，7-9这一关基本上原石装置就是在坑你的。你看他把它放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对，基本上你看这个地方哦，这边是我们的入口嘛，对，我们的出口嘛，对不对？他把原石装置放在这个地方，对，基本上这样子的话，原石装置基本上只会打到我们，基本上都打到我们的干员而已啊。所以就是，对，总之就是大家之后遇到这个原石装置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东西真的很坑啊。好，那这一关的7-9，我觉得算是第七章比较困难一点点的关卡，因为这一关前面的羊就是压力很重哈，就是前期开局的压力很重。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狗？刚开始开局的时候呢，就会出好几只哦，而且进攻频率非常高，非常快哦。所以建议大家这一关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一样把你高练的先锋带起来，好，有没有？就第七章的一个重点哦，赶快把那些体质好的先锋哦，伤害高的先锋练起来。那这一关呢，对，就是让我再度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说风笛其实不是必抽的，到底是谁说的？风笛超强的好不好？风笛真的，我觉得不管你是怎么样，风笛我觉得都不需要抽。这第一个伤害高。在第二个便宜，在第三个还会帮你全场的先锋的几率，就是初始几率增加，让你的淘金羊可以落地就开技能。这么厉害的角色居然说不要抽，到底是谁说的？真是乱讲。好啦 ，OK， 那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实战操作部分喽。OK， 那这一关呢算是前期非常高压的关卡，就跟7-4一样。那这个狗狗真的很凶。跑得很快，打得很痛，所以呢，这关如果你会输，绝大多数原因都是因为你前期的报废做不好，先锋站不动，所以这边我们要出动风笛。再说风笛不要抽啊，风笛超强的，好不好，各位？好，这边补上香草，之后开启风笛的技能。好，如果你觉得这关你会漏狗的话，记得关回一倍数哈，要一倍数比较稳哦，不要装逼。那这边呢，我们开启香草技能。之后这个地方我们放上我们的谷米，因为驯食打不赢这两只狗的，它会被狗无情的咬死，所以记得一定要把它补补食哦。狗真的咬人非常痛啊，爱国者养的狗真的很痛。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香草同学撤退掉，因为他也是挡不住狗，他会被狗咬死，对，非常的可怕。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哦慢一点把驯食撤退掉，对，我们慢一点把驯食撤退掉，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存一下费用下我们的黄大喵，对，要下黄大喵。那这边不用担心驯食会被打死，因为我们有谷米在罩它，所以没有关系。那这一条路基本上我们就靠风笛来守就好了，哦，不用靠其他干员，就靠风笛来守就好了。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呢，我们放黄大喵，放在这个地方。那刚好这个地方就不会被原石装置喷到了，那这个东西被喷到一次很痛哦，500的真实伤害，非常的痛。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呢，请你密切的注意一下，哦，就是这个地方哦。有吗？驯食费用一跳 ，OK， 马上撤退，换成尖雷，不然这边你一定会漏怪哈，100%绝对会漏怪。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想办法处理中间的传令兵，这边我们就不用安比尔了，我们使用两个单体狙击，我们使用两个单体狙击来处理它。好，这边那个什么尖雷有技能就开，不要省，因为狗太多只了，那狗真的太多只了，这关最恐怖的敌人就是狗了，不要怀疑，狗真的太多只了，所以赶快用。尖雷的一号技能，我们二号技能，赶快把它清光光，不然的话，你这边一定会输，我觉得会输。那如果你害怕这边会漏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再多补一个干员，没有关系，可以在这边多补一个干员。
好，接下来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怕这关会漏怪的话，就是全程一倍速。好，就是全程一倍速，因为这关敌人数量太多了。第七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敌人数量很多，然后都很硬，然后都一次就是会来两三只、四只这样子一次出来。好，所以呢，对大家就是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地方不用担心我们的黄，因为第一个它不会被原始装置喷到，再来第二个之后呢，它开了二号技能之后防御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是不会被打死的。而这边会过来的敌人也只有那种普通的爱国者的小兵而已，所以不用担心。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稍微开一下二倍速了。基本上这关就是前面难啊，就是前面的报废做不好的话就会输。那后面一旦前面报废做好了，后面就没有问题了，对，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好，这边一样稍微注意一下哈。左边蛮容易漏怪的，对，左边蛮容易漏怪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的阵容比较高级的话，比如说你左边是放群攻近卫啊，那基本上就绝对不会输，不会输。好，这个地方敌人太多，我们开封敌的技能。对，我们尽量把敌人在我们面前控制到只有三只哦，这样就好。那这边我们一样开始歼雷的技能，对，就是用力的敲下去，哦，反正就是不要让敌人有巨怪的机会，这样就对了。OK， 好，那基本上这边就没有问题。那这个高台哦，尽量不要放干员。因为你这个高台一旦放钢圆的话，就会被那个狙击手给打死哦，所以不要贪图那一点点的火力。好，有没有两只狙击手出来了，一人一剑哦，那基本上你的这个高台钢圆就会死掉掉，也就死翘翘。好，那这边呢，这边敌人好像数量有那么一点点的多，但是稍微注意一下关回一倍速，稍微看一下下。好，基本上没有问题，对，就没有什么问题。反正前面啊，我觉得这关最难的地方就是前面的报废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封敌还是很必要的，对，这是这个干员还是很必要的。当然，如果你这关有推进之王的话，那干也不错，当然也不错。但是我个人觉得，对封敌他帮全体的先锋充电，然后让先锋丢下来很快就可以开技能，这一点真是无可取代啦。好了，我们最后面开个歼雷的技能来结束这场闹剧，然后这边把我们刚刚无缘丢下来的干员也把它丢下来。好，以上呢就是7-9的作业项抢先看系列影片了。那这一关算是第七章中间比较稍微需要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困难的关卡，就是很考验你的练度跟报废的能力哦。所以建议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呢，不要怀疑，赶快去把你的先锋给练起来吧。哦，先锋其实在第七章很重要哦，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